大家好，我是 Inferno Chaos 的吉他手兼闪灵祭司。那祭司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负责帮吉他手调整、保养，还有整理好他的琴。为什么呢？因为小黑他非常懒，所以这些事呢，就要由我来做。你找死啊！那如果你一样也懒得自己整理琴的话，推荐你两个非常好用的小物，就是这个。接下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Guitar Clean 跟 Fretbrother 的使用方式。Guitar Clean 呢，它主要是用来清洁琴身跟指板的，不管是亮面或是雾面的琴身都可以用，因为它标榜的是植物性天然的成分，不含研磨剂跟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所以你不用怕说雾面琴擦了会变得亮亮的。那包含有上漆没上漆的指板都可以很放心的用。接下来就来简单的示范一下。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即便这样擦完之后，我并没有影响到它原本雾面烤漆的光泽。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Fretbrother 的使用方式。它主要呢清洁的是指板跟 fret 的部分。打开包装之后呢，它会是这样一大块。那我预先剪好了一小块，那其他的就是把它放回去，把它盖过 fret 跟指板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这样擦下去的时候 ，fret 的锈已经被擦出来了，有点黑黑的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拿一块布，用力的给它刨一下，顺便呢，就是把这些黑黑的部分给擦掉，这样。哦，看看这擦下来的脏东西。这样擦完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 fret 现在已经是比原本还要再更 bling bling 的了。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也用这个再稍微把一些刚才没有全部擦掉的剩余的一些东西给清洁一下。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产品示范和介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找我们的代理商海国乐器或是各大经销商多询问。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